穿着无袖上衣的女店员亲切招呼客人，好身材呼之欲出。看看柜台内，清一色都是身材火辣、穿着低胸上衣的辣妹，让店内座无虚席。想喝杯咖啡，还得在门口大排长龙。还有不少男客人特地带相机要求合照。这间位在泰国的咖啡店火辣服务生的照片被网友上传到网络上，一度被误传成是台南某间咖啡店，也让店家生意一夕爆红。不少男客人特地上门想一睹辣妹风采，却败兴而归。店家干脆请来几名本土辣妹担任一日服务生，比照泰国咖啡店穿着清凉无袖上衣，原汁原味的服务要让上门的客人过过干瘾。这样太优秀了，对，咖啡店的服务生每个都打扮这样，有没有分享？好，会啊，一定会的，取乐于大家，然后大家都高兴，然后如果愿意来的话，就是来捧个场这样。没有想到一场误会反而让台南的咖啡店爆红，不但店家电话几乎被打爆，也有不少男客争相前往朝圣。只是再看看这咖啡店火辣正妹，让店内挤爆客人，只能说美女人人爱看，魅力不分国界。记者赖冠章、廖玉智台南报道。